然后十字脚，一松胯转腰，放松，螺旋，然后右引左，外旁，然后下捋，在左边合手，分手转身，调整左脚，调整右脚，然后开步。欲左先右，欲右先左，往左边去的要先往右，然后推，双手同时握拳推，然后左肘下压，收右步打，转身发力，然后再要开步，一个，然后。一个顺时针，一个逆时针。哎，在调整的时候，重心又到后腿了，到右腿了。然后在发力的时候，移重心，两个。哎，然后双手同时向下，然后双手握拳，三个。哎，双手，哎，两手同时向下，手背相对，然后再挪拳，再转回来。然后发力，右拳，然后穿，好，提腿，哎，好，放松，好，一，来，左手握拳，左右手同时握拳，松左胯。一动摆动，二回，三合，四打开的时候向后，然后转身起冲，调整左脚上步，再穿右拳，然后回变掌，加上一个顿步推，但是推完以后啊，这儿需要注意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发力量不要往完全发出去，推成这样的这就不对了，这已经成背式了，还要放完这个力，放完以后还是要屈臂，哎，然后从下往里转身顿脚开，然后再分，然后走，一二三，好，正步，发力，紧接着再来一个放松，来掌，起，收势，你打，起，收。